彰化县西温仔渔港有渔民在鹿港外海捕获洄游乌鱼2000多只，渔船半夜入港，上午在摊位前现跑现卖，业者也寄出了好康，民众只要名字里有红或是全字的，当场就会送市价约500-600块的乌鱼标一台斤，预计送出200份，送完为止。新鲜肥美的乌鱼快比成人的手臂还要大，一大清早彰化县市家鱼摊来了不少顾客要挑选鱼货，仔细看大家手上都拿身份证，原来都是为了免费的乌鱼标而来。在温仔渔港摆摊的黄姓渔民，年终为了回馈顾客，只要顾客的名字里有红或是全其中一个字，就免费赠送市价600元、将近1台斤的乌鱼标。当年太火了，抓到那个火鱼，啊，抓2000几尾。啊，为着要报答哦，大家以后的朋友吼，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同甘共苦啦吼。回馈一些给大家，因为今年价值又多了50万年终哈。对啊。原来黄姓渔民在鹿港外海捕获2000多尾新鲜肥美的洄游乌鱼，为了迎接新年和乡亲分享喜悦，业者举办活动，只要同名就送乌鱼标。这边赏了对吧？拍照打卡就送一尾乌鱼。不过民众没有同名也没有关系，业者同样加码，现场消费打卡就送价值100元的小乌鱼。渔船业者回馈大丰收，要让大家在岁末年终买得开心，也吃得开心。接下来，荣茂彰化蔡姆岛。